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今天我们来挑战那个《敖仙境传说：新时代诞生》酋长。酋长，我第一次打酋长，好，我们来挑战看看。他好帅哦，他飞踢耶！感觉这个酋长他可能看好。什么技能？看起来是很帅啦，对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越级挑战，我以我的等级来讲是越了七级。给各位看一下全部人的伤害啊，因为伤害会长怎样？看一下，没关了。看超多人在围殴的，他这个有一个小小缺点，就是干技能实在多到一个整个画面都是技能，根本他出什么大招我也看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深红切割是他技能吗？应该是吧，我不确定。干鬼旁哎，他干弄技能画龙魔呀。很帅吧？我个人觉得很帅，还有飞踢腿。有能量多看一下，可能应该可以撑多一点。太多技能了，深红切割应该是他技能吧，因为我看不出来出招是干哪边。我自己如果以他跟新世代的诞生来做比较的话，我自己来看，就是他打完比较没有技巧性，我觉得这一点蛮可惜的，因为我不用闪了，你知道吗？看起来就是硬 A， 但是我反而会觉得说，应该要点技巧会让游戏的乐趣会更高，那感觉现在就是。硬 K 的概念，然后只要被王吹到，我就直接去了。我要拍张照哈，留念一下。来到他了，拍张照，靠腰。哎，这样有，这样有，这样有，哎，看好帅，好帅。哦，好好看，好好看。
干，这招好像会死，这招好像会死人，这招好像会死人，我觉得这招会死人。我不知道，但整片地上全部都是。哦，是很痛。好像还是要一点技巧了，还是要闪，还是要闪。这招会死人，这招会死人，巨型巨型巨型，哎，巨型玻璃炸弹，怪怪的，看错名字啊。网友说他打的是一万人。哎，这个好像会痛哎，闪一下。有了，还是要闪招式啊，还是要闪一下。快招，快招，快招！我靠呀，我好硬呢！我靠呀，没死。就要出那一招的时候要小心后摇，后摇不要被他卡住。Oh my gosh！ 刚刚没看到提示，他直接给我抛下去。还是要稍微闪一下，不过我们人很多，应该还好。干，他是中毒是不是啊？怎么干那么多紫色的那个？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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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干，旁边小怪被我解锁了，好笑。快抓快抓！干，因为我没事，我的卡卡狂刷怪死掉了。剩8%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的好嘞 ，OK， 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断线，傻小。别搞啊！剩38%，各位观众，大地批判性也不可能算你拿到 MVP。哦啦哦啦，闪一下 ，Q MVP， 谢谢各位。看一下，还有衰减呢，因为我们的会长已经讲次数满了，厉害吧？他叫叫什么好宝？好像好像。OK， 好了，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。好了，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右下角订阅，喜欢订阅，旁边的小铃铛就是随时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分享打王消息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